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居家防疫头好壮壮小教室。那今天雅芳好像觉得唱歌太累，所以休息。再见了。嗨，我怎么可能会唱课的 Mindy 老师？对吗？对吗？我这么认真。好。那上次其实我真的回去做了一下，哦，整个人感觉免疫系统提升很多，讲完了这么快，自己都觉得有点害羞。好，那今天第二集要教我们怎么做呢？今天我们要着重在就是臀部、全身的燃脂，增加代谢，可能会比上次再累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。喂喂喂，现在落跑损失可大喽！头号壮壮在家健身计划第二弹。马驹老师翘臀菜单，第一招是大家都爱做的深蹲 squat。要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这样拧吧，要朝着脚头的方向走。一样，上次我们有提醒的小秘诀要干嘛？食指交扣会帮助力量集中，所以你要吸一口气，你的肚子绷不紧，吐气的时候往后往下，臀部跟你的大腿水平。然后。吸气的时候站起来，不会往前退，屁屁要僵紧。那我做个错误示范，表演站，看得出来不一样吗？这时候我身体会往前，然后我可能会变成有点拱背，这时候你会变成你的腰带上核心就没有绷紧，然后膝盖没发力。OK， 噔噔。深蹲感觉上人人都会，但正确性却常常被忽略。不信的话，看我们问题学生神童做就知道。好，老师，但我一直很好奇，我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这里。就是脊椎这个地方紧紧的，这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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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正常放心。好，准备好以后吸气，站起来上，吐气再往后。想要加强的同学，你可以在蹲低的时候，让你的大腿两个一起往外推，推撑开，屁股会更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是啊，我的脚板是会翻，不可以翻开，不可以翻，不可以翻开。如果想要再加强你的臀肌的话，把两个脚跟垫高。脚跟是怎么样？脚跟是后面吗？脚跟好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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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腿好帅，我觉得脚跟怎么垫高？亮亮的也第二颗心脏，你要好好练，才会增加免疫力。来蹲垫，你看开始往前倾，但是它开始没力，累这样就不行。好，好，上半身要提起来。对，很好，蹲低，好，准备好脚跟垫高，脚跟着脚尖，好，我要这样子，对，很好，再坐更低，背要打直，脚跟要垫高，膝盖往外撑开，好帅哦，我们现在有请 Maggie 老师为大家示范，我想等一下就是直接蹲低，对不对？脚跟垫高，这才是脚跟，然后膝盖往外撑开，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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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背要打直，一，然后站起来，屁屁就会酸酸的。在不断的跌倒和哀嚎声中，就知道深蹲系列有多靠腿。因为这些动作会强化下肢力量、臀肌和股四头肌，好处多的嘞。你坐起来怎么快快的？不是往内挤啊，是往外撑开。大概是变这样，是这样。我刚误会了，是往外撑。叮叮，我是故意做一个错误的示范给大家看了。记得保持重心，膝盖向外开，才不会像我一样变成鸵鸟。观众朋友，你累了吗？不许偷懒，还有下一招深蹲单脚侧踢。刚刚是直交扣嘛，然后你的脚再跟骨盆一样宽，膝盖朝外，力量集中，吸一口气预备，吐气的时候蹲低，起来的时候右脚踢，蹲低。仰外投下，蹲低，帅帅的踢，蹲低，踢，可以吗？一边要做十下才换脚，一边要做十下才换脚。前很难转嘞，前很难转。好，来雅芳请示范。好，雅芳会做动作，可能是你们会发生的错误，所以要注意看雅芳怎么做。没错，我都是为了大家才要做这些错误的动作。好，来。蹲低，站起来的时候用力吐气，用力踢。好，雅芳是刚刚很快就收回来了。这时候会邀请大家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你的仇人或是你的老板，在这边就用力给他踢下去。OK， 对对对，然后回来就马上蹲低，
帅帅的 T， 对吗？好，想象的是那个谁，对，那个谁，嗯，我马上自己想象一下，这是那个谁，好不好？好，用力哦，走。好了好了，没有气势就是我本人，喊声很重要，但最最最最重要的是踢个几下，绝对让你马上热起来，燃脂满分。今天的深蹲和深蹲单脚侧踢，左右边各做10到20下，一次做个3组，让你健康燃脂又有翘臀。好，谢谢马季老师为我们解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集呢，就顺利完成了，在一个非常劳累的喘息声还有不断的跌倒之中度过。大家记得在家一定要遵守马季老师刚刚提醒的小要点，首先呢要做对姿势，呼吸，呼吸要顺畅，还有你的手臂手势，手势要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，下一集还会有什么？夏天快到了，我知道男生女生都很在意核心，核心不可以有肚子的，都要有马甲线。没错，怎么练才会有呢？下一集看吧。